科学精准划定高风险区，原则上将感染者居住地以及活动频繁且疫情传播风险较高的工作地和活动地等区域划定为高风险区。高风险区一般以单元、楼栋为单位划定，风控管理要快封快解，应解尽解。 尽最大努力减少因疫情防控给群众带来的不便。